最近呢，有挺多兄弟问我多少多少钱买什么样的鞋，没有压岁钱的我啊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炫耀什么。哎，算了，今天啊，咱们就从一开的球鞋来讲。这双呢是一双名为一体直的篮球鞋，我记得我是八开入的，包裹、防侧翻、抓地，只能说一般，够用。这双鞋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抗扭以及较丑的外形。选择一开入球鞋的大多数应该都是偏小的孩子，这个鞋的强度呢对他们来说完全够用。我上小学的老弟啊一直都在穿它，他说感觉还不错。但是初高中生啊，我感觉就别碰了。即便是预算不够啊，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和能力去拿到更多的预算再去选鞋。所以你懂我意思吧？这双鞋呢，我就推荐给预算不多、养生局偏多的小兄弟去选择。